划船国手汪明辉还有游宗威，周四在仁川亚运划船双人双桨以6分29秒11拿下了银牌，两个人最后在1000公尺冲上了第二，最后力守优势拿下了银牌，也让他们挥别前一天四人划桨没有夺牌的遗憾。我们那时候在要下水之前，他们用心的用手亲手下去打蜡，让我们船的秒数可以减少，让我们船跑得更快，所以让我们这次很顺利的得到比赛。谢谢我的队友、我的教练，他们在这段期间为我们的辛苦训练还有支持。两位银牌得主呢，感谢教练的教导，也谢谢教练细心帮他们的船来打蜡。那么家人好友呢，等在桃园机场帮他们挂上了花圈。其中呢，三朝元老汪明辉三度参加亚运和奥运，这一面银牌是他拿下的第二面银牌。